你是用那么大打算在北京过的话，那么但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那么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那么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昨天我们讨论到达南德拉迪给，达萨尼那巴哈达波黑杜埃迪桑迪达萨尼那巴哈达巴黑杜嘎，这一句话呢，老师要稍微做一些澄清。因为有一些词汇的连接关系有些不正确，要纠正。首先，第一个字，dasanina bahada bohi du edisandi dasanina bahada bahi duga，这个没有问题，大家已经理解。那第二个，这三法集的第二个字，dudiyabadidi esenwa，那有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在打第二把的第三个字，也就是三把这三把集里面的第二个、第三个字，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 neva dasanina bhavana ya bhada bohe du edisandi eva mata aga edua，这是第三个字的第一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思也不应该在不应该取这个含义。第二个知识，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可以是你瓦达萨尼那那玛瓦尼亚巴达波黑杜伊丽莎阿提迪尼瓦玛托卡黑达波，这个是应该取的含义。所以，针对这个字的意义，其实你瓦和那应该是跟阿提连接，你瓦阿提。那阿提就是没有，阿提是有，那你哇或者是那阿提的时候就是没有了，所以你哇和那不是跟巴哈达波连接，反而是跟阿提连接，就是你哇阿提或者是那提，平时这也是保护比什么啥有才是。复合词如果如此连接，它的字的话，它的意思是你哇的是你那那把我那呀把它波黑都一点上阿滴滴，也就是这个把呢是没有音的，但是这个法这个没有音的法呢是被电而修走断，老师再重复。没有因的无因之法，或者是应该说由见而修所端的这一些无因之法，所以就是除了，也就是除没有因的这些，包括色法、涅槃。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三法集，阿切亚嘎咪尼迪给，转翻译成流转法、环涅法、非流转、非环涅法。那 OK，阿切亚嘎咪尼迪给，那阿切亚是非定义的字，伽玛吉列舍希阿提亚伊迪。这个是阿迦耶的定义，所以流阿迦耶中文翻译成流转。那这三法集里边，有包括阿迦耶伽弥诺、达玛、阿巴迦耶伽弥诺、达玛、弥瓦迦耶伽弥、阿迦耶伽弥诺、达玛。这个是在《法华经原典》里边列出的三法集。流转三法集的三种法，所以第一三法呢，三法的第一法呢是阿切耶，
Acharya Kamino Dhamma，然后第二个字是 Acharya Kamino Dhamma，第三是 Acharya Kami na Acharya Kamino Dhamma，所以第一个字 Acharya Kamino，由于 Acharya Kami，你在 Acharya Kamino。它的定义是什么呢？首先，先定义阿且耶这个字构才定义嘎米诺，所以阿且耶嘎米诺不是一个字，是阿且耶加嘎米两个字组合，它没复合词，所以先定义阿且耶这个字，你转变是什么意思？它的定义是伽玛基列杰伊阿且耶帝，阿且耶帝。是动词，是阿加基词根加亚语缀加低这个语缀阿加基词根，阿是属于前缀，基是它的词根，亚是尾缀。是动词的尾缀，这个亚它的含义是显示这个字为被动词，亚或者是 e 将会让这个动词变成被动词，就像 gajadi 是去，gajadi 就是已被去了，或者是然后。的地是主，不起的地非主，所以这边的遗憾呢，是让这个动词形成被动动词。那阿契是什么意思呢？是阿契的地是意思是被累积，不是累积，不是收集。累积或者是收集呢？这个是主动词，但是呢，阿切蒂变成被动词，被收集或被累积。对，阿切耶是被累积，什么被什么累积呢？被伽玛和基列萨，被业和烦恼。所以阿切耶是某些东西。它被业和烦恼所累积，所聚集。伽玛是业，毗连萨是烦恼，所以阿加亚所谓的中文翻译成流转呢，是阿，是达利文是阿加亚，它动词定义是阿加进加亚，然后这个动词呢，不是。主动词，而是被动词，被动的动词。所以，既然是被动词的话，阿玛给你写语就变成主语了。比方，非主，这个主是 pachati 主词的主呢，是主动句，但是被主的话呢，这个是被动句。然后，什么东西，某某东西被主，这个某某东西变成主语了。那它就像这个菜肴被主，这个菜肴呢是宾语。对，有这个动词出现的时候，可以从动词看到它对。的名词究竟是主词、宾语，还是工具格、从格，或者是语格，或者是位格？这个 kita 原派生词将它的语缀将会显示，所以 adi，这个是 kita 的，所以看到这个 adio 是。从阿基亚蒂来，所以我们知道词这个字是由词根
家以罪而形成，比如指啊这个汁呢，是属于原胎生词，而不是不合词，也不是次胎生词。因此，这个是 pita 原胎生词，原胎生动词，它会显示这个主语，注意这个宾语共居格的。还有，这个语格的、从格的、位格的，还有状态的，它这个，而且有这个流转，这个聚集是由业和烦恼而来的。那它这个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是被业和烦恼组成的这个流转呢？那它指向的是 Patisandhi Chuti Gati Bhavatanam。也就是阿且又这个流转呢，是针对是指向把第三谛结身就地死因，各地就是去处，巴瓦达那持续的升起，也就是阿且又流转这个名称呢，是用来命名结身就地。各地结生时，而且呢是持续升起的，那么等等，所以他这一边就回答了什么是阿且又这个流转。前面的定义呢是定是解释为什么它被称为阿且又，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一边。第二句话呢要指出。它这个阿且又，它的内涵，所以它这个指向是阿里三地结身就地死地和各地去处，所以这些是形容词 visesana，通常 visesana 呢是在一个名词的前面，这个是在巴利，但是在这边呢却把它放在名词的后面。的确有时不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一般不会出现，一般是出现在名词的前面。在英语也是如此，通常形容词呢是在名词前面，比方快乐的孩子。但是如果你用某些东西好，任何东西好，那时候呢，形容词就在后面了，不能好有些东西，不好任何东西。对，某些东西是可乐的，所以这时候可乐这个形容词呢，就放在名词前面了，这个代名词在后面，但是某些东西不好的，某些东西好的，所以这些你不应该做任何不好的，所以这时候呢，这个不好作为形容词却在后面，所以形容词大部分时候在名词前面，好孩子，但是有时候放后面，比方某某人是好的。因此也是如此，因也是如此。比方 Happy Boy 快乐的孩子，这个是形容词在前面。但是呢，如果在比较长的句子，Happy in Yangon，孩子在阳光快乐，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时候形容词在后面，同样的 Anuttara Purisa Dhamma Sarati，这边的时候 Dhamma 是形容词，Purisa 是名词。这时候阿且放在后面，所以这个名这个阿且耶是指向 Patisandhi Chuti Gati 这三个内涵，而且它是 Bhavatana 持续升起的。那
这些都是由业和烦恼所聚集、所累积的。所以，只要有洁身与止境的话，那为什么这边没有列出瓦旺嘎有分呢？因为有分也是果报性啊。欢迎各为什么你不说有分心呢？如果你说第三、第九地劫生有分，那劫生死性，那如果有劫生的死性的话，有分就可以省略，因为它是在劫生跟死性之间的。虽然字面上只是写劫生和死性，但是呢，它要取这个巴蒂三地主地这个字的时候，应该包含到王嘎了。这种叫法呢，叫 upacara，其实间接的嘎，所以不应该完全以意来了解，它应该隐藏的含义。这种方式呢，叫做这种表达方式。方式叫阿迪迪巴嘎，阿迪安达迪巴嘎，阿迪是前，安达是为，迪巴嘎是显示。比方在路上，你要显示一个，在路边你要展示一个公告牌，那这条路是什么路？你只看到前面的路，还有后面的路，但是中间的路它就省略了，不行。所以这种展示的方式呢，叫做阿迪阿迪安达迪巴嘎尼，就是前后显示前后的。如果说我们去看转法轮经里边，它有写到加杜马哈拉提嘎迪瓦。大天王天，然后33天，然后耶摩天、兜率天等等，但是到最后呢，过后呢，中间是省略的，后面呢才有完整的句子，所以呢，通常开始的时候完整，后面完整，中间就省略。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也知道中间的内容。如果说他只是说中间这种句子显示的方式叫阿迪迪巴嘎，只显示前，有些呢只显后面，只显示后面这种句子是叫做安的迪巴嘎那样，有时显示尾端的方法。现在这边呢是显示前和尾端的方法，叫做阿迪。阿迪迪巴嘎，阿迪安达迪巴嘎，那样。针对这点呢，佛法在讲呢，书本呢显示有这种关于前和后的这个显示含义的方法。所以呢，如果在没有这些文法书，我们只敢诠释这个巴蒂三地就地只是结生死而死性呢。就不敢诠释它有分呢、啊。那如果不在这边没有列出有分，人家就问了、啊，为什么有分不包含在里边呢？所以呢，当了解这个文法过后，我们就知道其实它包含有分的，因为这个是文法的一种显示方式。知道把第三滴就第这两个解分明白了。是讲前后那种，还有一个是 migra pada vananjana 那样，migra pada 就是 migra 是路，pada 是足印，路足印，或者是动物足印，migra 有时候翻译成路，有时候翻译是。野兽，就是包含很多动物，
尼巴尼格达亚，中文翻译成鹿野苑。其实这边的米嘎呢，不只是鹿，它还的含义就是所有野生动物。所以不止鹿野苑罢了，所以这个鹿族显示的方法也是如此。一块石头在中间，石头前面我们看到动物脚印，石头后面我们看到动物的脚印。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石头上一定有动物的脚印呢？虽然看不到这块石头石块上面的动物脚印，但是因为前后有脚印，所以我们可以说石头上面必然有动物的脚印。这种文句子写的这个文法演示方式呢，叫做 Mika pada Walanjana Naya。所以同样的，在这边我们看到 Padisandi 写生就地有这个死地。一个前，一个后。那我们知道，写生有分，死心都是同样的心。所以，虽然我们这边只看到写生和死心，但是因为他们是同类的心，所以我们知道中间一定有个有分。要如此诠释这个波词，那它所遵守的文法规矩是什么呢？原来它的文法规矩是阿迪安达伊巴嘎。前后显示前后的方法，或者是动物族音的显示方法。所以我们回来看阿加又这个积极累积，它这个阿加又这个字呢，是指将学生有分时和感地去处的内容。那这边。没有提到夜深色，但是夜深色也是由夜和烦恼所累积的。但是老师也想，也许这边阿且又这个不包含夜深色，大家可以再检查。老师会去确定。对，这边呢，夜深色不包含在里边。但是夜深色也是被业和烦恼所累聚集所累积的。哎，当然嘛，这种表达方这样名称，虽然这个名称哎当是或是笔名的词义名，这是他的名。比方马来宝利叫阿萨，阿萨是什么？它的字面意思是具有刺的这种特性。为什么呢？因为马呢经常在咀嚼在吃东西，只有在骑的时候，它 们没有自嘲。但是呢，一停下来就有事了，所以他们有这种吃的事，所以称为阿萨法利。但是虽然说马只是马，是其他动物也是有吃，但是呢，这种只在吃，法利称为阿萨呢，专门指定为马，指定给马，所以呢，就这个医师特别指定就是 A 当南马，笔名他的名。同样的，然后叫嘎哈，然后叫是国王嘎哈是取，就是被国王所取。被国王所取有什么东西呢？有很多东西，很多国家都是国王取的，但是这个也只命名，他只命名给这个然后叫嘎哈，中文可以翻译成王者神。就是国王取的城，就是专门这个城给他这个名字，所以呢，A 大拿嘛，就是取名罢了。
也就是说，还有巴蒂山地杰森史些纽芬和地区住，只有这几项内容取阿查亚此名。所以阿查亚聚集这个字呢，叫做罗希这个名称呢，可以有两个定义：第一个是跟着它含义给名字，也就是没有跟这个含义，没有遵守含义给名称。有的时候呢，它的名是一个，但是它的意义却相反，或是不同。所以，这边呢，名称跟这个人或者这个指向的东西是可以相符合的，就是名遵守它的含义。但是有时候呢，名跟含义不一样，比方有时候，比方你称一个萨曼尼拉，比方有一个萨曼尼拉每天早上需要去叫醒他。如果名字是一，然后它的意义却是义，然后名跟义相同的话，就是一种，然后一种是名跟义是相是同，是同样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知道它包括了果包心，但是却没有包含叶深色，所以这个名称，而且这个名称指向它的内容呢，是可以有不同的定义。Okay, so 所以阿杰亚，我们解释完了。那什么是阿杰亚？为什么它称为阿杰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内容，接下来是阿查亚伽米诺，卡萨卡拉纳胡多，胡多阿里巴的那巴文尼巴维纳，当阿查亚卡查坦迪，所以大家应该去看当阿查亚卡坦迪的阿查亚伽米诺，亚萨瓦，大家看到吗？哇，就是这个或者是换言之。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解释，yasa bawa wa bawa tadi dengan bukalang yata utamewa acayang tadi didi acaya kamino。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acaya kamino 有两个定义，一个是当 acaya didi，acaya kacang didi 这个第一个定义，第二个是 acaya kamino didi，这个是第二个定义。所以第一个定义是阿查央噶坦帝，第二个定义是阿查央噶曼帝，所以噶坦帝和噶曼帝来定义阿查央噶米诺。那这两个定义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阿巴利呢，它的鱼尾变化很重要。噶坦帝的这个尾鱼尾，噶曼帝这个后面的 nd 有什么差别？所以你把它了解它的差别，才可以给出定义。阿查央噶产地，噶产地是达到或者是去哪里？去哪里呢？去当阿查央，去阿查央就是积极，我们谈过，它是什么呢？是寄生、子息等等。然后当就是那个区那个聚集的，就是有分死心、寄生死心，那去那个聚集，到达那个聚集的，那应该翻译成去到或者是到达那个所聚集。所以称为阿查亚嘎米米，
阿查央，噶强地是主要的定义。当呢，它只是代名词，它只将那一个阿查央，就是前面讲的解生死心等。达萨卡拉那胡多尼帕的那巴维那，这是去的，去那个所聚集的方式。去去这个去这个所聚集的地方的方式，什么方式呢？涅槃的那达维那，通过令身体的方式。不断是噶然那不断成为因，作为因，噶然那是作为噶然那是因，达萨是那个的哪一个呢？那个阿且亚那个所谓的具体和流转，尼巴达那帕维那，我们可以翻译成铃声。通过令身体的状态，或者是作为那个本计划是那个成为那个。也就是成为那个阿查亚的因意令身体的状态，因为首先你有这个果报，然后造业，然后过后他就果报，因为你有这个造业过后，这种烦恼、这种感冒业会导致这种聚集，那所以这个业和烦恼呢，是导致这个阿查亚聚集的方式。这个是到达的方式，到达阿查亚聚集的方式。热沙陀罗三地，就像人从这边去到那边，走路去，就是如此。他这边呢，所谓去呢，是导致果报出现，导致果报的累积，就像我们在。听闻佛法，我们是都是心跟心所。那时候，但是过程中，我们有业，也有烦恼，有 kilesa。过后呢，这种业会导致我们投身到人天界。那怎么去到这个人天的果报呢？虽然是去，但是不是行走。虽然我们只是学习，学习罢了，但是它是可以导致这种果报，作为这种。果报，站在这个果报的角度呢，就是现在我们叫做业，就是导向知道这个，这个聚集了，这个聚集，有时阿且要讲秘密，有时某一些东西能够到达，或者是去到这个阿且要。就是能到聚集，或是能到聚集者，我们再看下一个，哇，另外一个或是，yes 啊，某某对某某的某某东西，把我当地升起那个东西呢，当那个不可能那个人。Yatha Buddha Meva Yatha Buddha Meva Acaya Acaya Gamendidi Bei So Weiyo Bei Chen Wei Gamendi Ling Chu 所以这边是死意是的动词这边之前那个强调是去这边是。死意识的，就是令他去，
与他去。对，阿查亚嘎咪这个词呢，有个定义是令那个人去到这个阿查亚。Yes, then go. Yasa bawa tan di tan bukala，对Mean. 某一个人升起的，就去那个人的地方。比方大家在学习，有这个学习的业，那这个业就是 Yasa bawa tan di，就是这个对于某个来说，这个业升起了。tan bukala 那个人呢？当然，给你答。我的业而烦恼，在亚萨瓦巴巴达利就是烦恼跟业，在某某人升起，那这个业而烦恼呢，将会令这个人去到阿且亚，导致这个阿且亚，也就是导致这个聚集了，所以亚萨瓦巴巴达利当不可能的意思。亚萨对于他来说，他升起什么呢？这个烦恼根业，当不可能那个人，所以业跟烦恼会令你去到阿加亚，去到具体了。去到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具体什么就去到底身、水晶、有分和去处。所以，才会导致你遇到二缺氧，不只是去罢了，它是令你去。对，这个是第二个定义。前面一个定义不是死意思的动词，第二个才是。所以，根据这个定义呢，如果我们翻译二缺氧阿弥诺这个字，就是能令某某人去到二缺氧的，或者是能令聚集的，能令聚集的。能令聚集是聚集，那这个首先就是你能够令这个简单、仔细等等的聚集能去阿加亚者。第二个定义呢是。令去阿查亚者，所以前面第一个是只是去，就是去阿查亚；第二个是令去阿查亚，对，这个是两个定义的差别。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你叫做阿查亚嘎米诺了，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的话。字面第一义有了，那它指向的含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下面这个小行字了。诶，当阿蒂罗什那，它的增益义是什么呢？诶，当那个萨瓦古萨拉那，就是有漏的。有漏的善不善，This name 所以这个名称呢，是指将善而不善的法，而且这个法呢是有漏的，具漏善不善的，在这个二法题里边，我们就看到所谓的有漏法的阿萨瓦，那么无漏法。那有漏法就是世间法，所以全部不善心都是世间的，都是有漏的，法什么？但是善呢，却有两种，有一切善、世间善和无色界善，这个是杂什么的？不是啦，有漏的。善，但是圣道呢，也是无漏的善，所以萨瓦古萨拉是世间的善，不是出世间的善。
那就 include，然后不包括了还数有字间的 sign 值，然后小蛙不是name，老三然后的这个有漏的 sign，所以这边的。because 因为为什么包括呢？因为他们都因是为会趋向阿查亚的，会去到阿查亚的，他也会并去到阿查亚的。也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善，或者是有不善的一些法呢，将会让你去到阿查亚的，也就是去到这个具体或是流转。虽然善不善没有所谓这个去的这种心智，但是因为它有这个阿扯亚聚集的作为因，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可以去到这个阿扯亚。所以善不善可以去到阿扯亚，去到聚集，去到流转。就会有人问了，那他们怎么去到呢？然后定义就是。它是作为它的因，所以称为去了，因为因去到果，所以它用去这个含义，就回答了人们问他又不是汽车，又不是人，没有脚，怎么去呢？所以你就可以用第二个定义，就是令某某人或是某某人具备善不善的人。去到阿查亚，这个是令去阿查亚的这个定义，它是始于世的动词了。因此呢，阿查亚卡明的第一个定义是能去，而是去阿查亚的。是，对，有漏三不三，这个是去。阿扯亚的这边就回答了为什么和是什么。是阿扯亚嘎米诺，所以阿扯亚嘎米诺讲嘛，去应该翻译成去聚集者，第二个是另去聚集者，那就是第一个。在这上法集的第一个字，第二个字是 Abhacchayakaminottama，它的定义是什么呢？Tato eva Abhacchayasankatajaya abhedatanipana abhedangjayaditi 最终的定义是 abhedangjaya，abhacchaya 是 abhacchayaya。它的定义是阿贝当这样，它是复合词，是阿巴加这样，两个完整的字结合可以称为什么上？这样是从这样来，阿贝当，阿贝当没有的意思，或者是。或者是离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之前我们是阿这样，有阿这样，这个是离阿这样的，没有阿这样的。所以这样呢，这样是重，这样是重格，第一大是离，从这样离开。所以，从这样离开，所以叫不成亚阿巴斯离开，或者是没有离开这样，所以阿巴成离聚集。刚看到阿贝上。阿巴查亚看到阿巴呢，它的定义是阿贝达，就是离，或者是没有了。
乔亚斯之前的乔亚，这个是重格，是第五格，一主是复合词，本乔米，达布里萨，萨玛萨，巴贝达这样，所以你这样。这个时候，乔亚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你说离开乔亚，这个乔亚有什么含义？大家看，哎，乔亚等卡当乔亚，乔亚等卡达被称为，阿乔亚就被称为乔亚了。所以这边乔亚的意思是被称为阿乔亚。所以，乔亚阿乔亚是同样的意思。阿乔亚的定义之前我们已经谈过，大家应该知道。那现在是阿巴乔亚，乔亚也是阿乔亚这个字。达多乔亚同达多 A1 乔亚，纯粹只是从那一个乔亚的意思。这个乔亚呢，叫做阿乔亚桑卡达，就是乔亚是被称为阿乔亚，就是阿乔亚称为阿乔亚的乔亚，也就是乔亚和阿乔亚是一样的意思。对，阿乔亚是什么呢？大家已经知道，之前同过，就是提取或者是流转。所以，乔亚，阿乔亚桑卡达是要解说什么是乔亚这个字。现在我们知道，乔亚叫称为阿乔亚。所以，乔亚当被理解为阿乔亚，阿乔亚桑卡达是在定义着乔亚。那这个阿贝查亚我们解说了，那再来看阿贝达达，因为离开了尼巴呢是冥界阿贝查亚的，所以涅槃是阿贝查亚。为什么涅槃就是说离染离呢？为什么？涅槃叫做阿贝切优呢，因为是阿贝达达，因为是离开切亚的缘故，所以称为阿贝切优。阿切优呢？阿切优我们知道是结身、有生死心，还有就地去处。而涅槃呢，是离开这些的。阿贝达达是阿贝切亚这个字眼出现的原因，为什么呢？它是离开涅槃、离开切亚的缘故，所以是阿贝切亚，它指向也是涅槃，所以阿切亚、桑卡达切亚、阿贝达尼巴呢？所以这个整句话的意思是总没有重叠这个阿切亚，阿切亚，对不起，所以阿波切亚是什么呢？阿波切亚是涅槃。为什么说涅槃是阿切亚就是离开切亚的呢？因为它是阿切亚三个。阿贝达达尼达呢？阿贝达乔亚是离开乔亚的。这边就展示它的原因了，为什么称为这个阿贝乔亚离开乔亚呢？因为它是涅槃，所以阿贝达达这个离开呢，也是它的。这个阿巴切亚的原因，离开结身
有分时性，还有需求，故涅槃。所以这种定义的方式呢，稍微有点改变了。之前它只是显示它的字面意思，过后呢显示这个字指向的含义。但是这一边的含义呢，这个指向的内涵也包含在里边，同样字面意思也是在里边。在同一个句子里边呢，它已经显示了这个字原因，还有它指向的含义。之前我们学习过的都是，也就是先给原这个字面意思的原因，还有过后才指出这个字它的指向含义。但是呢，这一句定义里边，现在这一句定义里面，阿贝达达，阿贝达达尼巴那，阿贝达加，阿贝达加亚是字面意思的诠释。然后呢，它指定的是。是你把每两种含义都在一个句子里边显示。如果你要用两个句子的话，你可以这么说：阿贝达，要用成两，要以两个句子来表达也可以，但是依旧是以这种方式来解说。老师通常就是呢。还是通常都是以先讲字面意思，为什么这个字是这样组成，第二才指向讲出它指向含义。现在呢，一个句子里面，它就把这两个功能放在一起了。所以阿扯亚已经讲，阿扯亚前面已经讲过了，但是第二个三卡集里面呢是阿扯亚，阿扯亚我们讲完了，现在是卡米诺了。阿巴切又只是阿巴切亚嘎米诺，这个一部分的字还不是阿巴切亚嘎米诺。对，阿巴切亚嘎米不是一个字，而是阿巴切亚加嘎米两个字组的复合词。它是什么组合复合词呢？它是怎么跟嘎米连接呢？我们看当阿拉曼那嘎多巴瓦德纳多阿巴切亚。阿强弟弟，阿巴查亚，阿米诺，这是它主要的定义是阿巴查亚阿强弟，能去阿巴查亚者，那能去阿巴查亚者是什么呢？那就是阿里亚玛嘎那。每当阿迪瓦真汉，那这个词汇的这个定义呢，是指正道的，也就是正道是能够去到阿佛切拉的，也是能够，也就是说能够去到这个不聚集的，也就是涅槃了，所以。离开扯压，离聚集，离聚集，离聚集者，驱离聚集者，是生刀生果，生蛋，对不起，是生草。所以现在我们理解了怎么离开结生死性，居住这一些叫做扯压，离开这扯压，阿不扯压，就是你生刀。那如胎在母胎中很辛苦，受污染的很肮脏，比大家的故地更糟糕。因此呢，在母胎里边，你要想办法找到他的处理，他的离开。所以一般呢是离这个。在压的，所以它叫做 upper 在压，也就是因为它离野生死性有关等等，所以它是 upper 在压，离这些在压，所以 upper 在压是指能够去到 upper 在压者，它是什么呢？那就是特地指向正道，Aryamaga，Aryamaga。
是一种罚，他自己不能去啊，他怎么去？所以你应该想对他的方法。为什么你说他是去走去到涅槃的？那这边就给你说了，当他那个断口完的果实是显示它的原因，怎么样去不去这个涅槃的方法？包括叫做因为升起，叫做做工作，但阿拉们呢，那个涅槃所因为升起，因为以因为取因为以这个涅槃所升起故，所以呢是去到这个离迦叶者去这个涅槃呢。这种去的不像人走路去，它是以它为所缘，它升起依涅槃为所缘，因此呢升到也就是去向涅槃的去了，因为它是以涅槃为所缘故，所以说升高低去涅槃的意思。以涅槃为所缘，升到呢去涅槃，所以叫做阿帕提亚，离开有解身有分死心，去。阿毕恰这边的意思是不止如此。OK，时间到了，我们今天谈到这一边，分享中的伊达咪波娘咪巴那萨阿杰哟哦都那玛波娘巴干萨巴萨达南帕杰咪帝萨贝美萨曼。不念怕干，那般都萨埵都萨埵都萨埵都。